第二钻戒，一生只送一个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曾经也有一个男孩说过，会送我一枚属于我的 DR。 他，姐，这是我要拿去看帅的画。画这些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？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习。学习不好就是因为整天因为你真的当了画家，实在不这样。画的真好看，我从小就羡慕那些会画画的人。这个可以送给我吗？可是他已经被撕坏了。没关系，在我心里他就是最好看的画。他是照亮我青春里的一束光。红糖水，我们走得越来越近。谢谢。大学路新开一家奶茶店，我们在一起。好呀，走。阿树，你知道第二钻戒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第二是一辈子只能送一人的钻戒，需要绑定我们男生身份证和女生信息买的，需要非常慎重并且坚定的决心。这代表的就是我们男生这辈子将自己唯一的真心送给唯一的女孩。哇，你还真知道啊！第二钻戒真的好浪漫，男孩给女孩戴上唯一的第二，告诉女孩她永远是她的偏爱和例外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一定会亲手为你戴上属于你的第二。A 班那个小夏整天奇装异服的，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。听说她没有爸爸妈妈，跟姐姐一起生活呢。站住！那次为我违反校规之后，家里便安排她出国转学了。再后来，我们就失去了联系。小夏，你想什么呢？我，你回头。小夏。我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想见你，我说过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你这是？你还记得当初也是这里我对你说的话吗？什么话？哎，小夏，这枚一生只能送一人的第二钻戒是我曾对你许下的承诺，现在我终于回来兑现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，不会留下你一人。我用第二向你承诺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坚定的选择，也是我阿树的唯一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第二钻戒一辈子只能送一个人，你就不怕送不了第二个吗？你不怕后悔吗？没有第二，我只爱你。你是我这辈子最坚定不移的选择，也是我想用一生去珍惜的女孩。我愿意。